又倒了一箱搅拌酸奶。我们家不知道吃了多少箱搅拌酸奶了，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吃啊。我买的这个是180克的，哇，这个是大杯的啊，这一杯的话是180克，它这个料也是非常的足，这个给孩子当个早餐，又营养又健康。他这一箱有6杯啊，39块就给咱发6杯，因为他这个是大棵树的，他这个料也是很足，再放点椰子脆。哇塞，他这个谷物的话都是特别脆，闲置期的宝贝都可以拿它来当做代餐。它这个奶的话也是特别的丝滑。